和妹妹比赛画六一儿童节简笔画，今天请铁粉宝宝当评委，来看看我们最后画的成品怎么样吧。想请铁粉宝宝来给我和妹妹打个分，满分100分，我们能得几分呢？觉得一号画的好的写111，觉得二号画的还不错的写222。今天发现一个小秘密，你看这里有点不一样，你一碰它就变颜色了哟。对了。 铁粉宝宝能看出来哪边的是妹妹画的吗？比心哟！四处的窗门爱的芬芳，快乐跟随你身旁。吉祥娃娃送吉祥，送喜送福送安康。祝愿大家精神爽朗，每天好时光。吉祥娃娃送吉祥，送喜送福送安康。祝愿大家越来越旺，幸福地久天长。